七四五二五鲁康星，松湖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2010年8月7日发现于须臾观测站，此星为纪念吴鲁康先生而命名。吴鲁康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奠基者，他开创了今人类学的新学术领域。由于吴鲁康星到地球的距离通常有几亿公里，而地球也在以每秒29.8公里的速度绕着运行，因此从地球上看上去，吴鲁康星在星空中显现出缓慢的移动。吴鲁康星到地球的最远距离可以达到5.95亿公里，而最近的时候只有1.64亿公里。